你怎么那么……嘉欣哥哥，我帮你拍张照吧。我帮你拍吧。啊，我不要，我要帮你拍。哎，这样不平衡，你坐稳了啊。哎，坐好，没有拍好。讨厌鬼，一点都不关心我。这水质还行，掉下去灌水应该也不会拉肚子吧。我好害怕，是我没有保护好你，看到你落水我才意识到我不能失去你，我们好好在一起好不好？嗯，哎，别想往下跳啊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怎么那么、哎太危险了，就是，衣服都湿了，就是你别着凉了呀，就是，要不还是去看看吧。不用不用，是啊，不用刷了，谢谢啊，千万别生病。怎么样啊，赵总？赵总，去医院呀？没事没事，放心。喝点热茶，别感冒了。谢谢。赵总，江月，你掉狐狸了？哦，对。人有没有事儿？没事儿，还好水不深。嘉欣哥哥，他们在大烧烤家，要不我们去帮忙吧？我们等等赵总。没事儿，你们去帮忙吧，我没事儿。好。今天还回去吗？不回去了，晚上能留下来吃饭。行，出来吧。